哎呦，我怎么有个蜘蛛？哎呀，有蜘蛛啊！等一下，家人们，有个蜘蛛，等一下啊，家人们。什么蜘蛛啊？我这有个蜘蛛，好黑丢啊！我操，好恶心啊！救命啊，家人们！哇，真想给你们直播抓蜘蛛！哇，真服了，怎么会有蜘蛛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好吓人！我不敢拍他，家人们，救命！快，咋整啊？我靠！你给他唱恐龙扛狼啊！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扛。他去哪里了呀？我靠！恐龙扛狼扛狼扛，你搁这跟我加油呢？你搁这？恐龙扛狼扛狼扛。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不好意思，真有个蜘蛛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家人们，节目效果。蜘蛛那么可爱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们怎么敢说的？他那个牙齿都有的，好吓人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真的是杀生了，我佛慈悲。那你咋办？那你给他磕一个吧。去哪里了呀？我好像没打死啊。咱俩不出去打野去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蜘蛛在哪？我有点不敢播了，它不能出现。哦、我小时候上厕所，我都觉得会有只蛇在我后面屁股咬我。我其实挺怕这个蟑螂啊、蜘蛛啊、那个飞天茅台啊，就是长得很吓人的东西，我还是很怕的。老铁，你别害怕，蛇没有那么埋汰，不会在马桶里等你。我小时候上的厕所不是在茅台，是在水沟里面上的厕所。